应该系朝头早嘅8点半，啊唔系，9点钟。致富花园第9座安装一把英国品牌无铣风扇，黑色。转头俾片大家睇。好，装翻呢个位，四口螺丝喺翻上边。呢个系英国品牌。转头讲点样操作，做翻个记录俾客人先。好，通咗电，依家咧就识行识着灯啦。嗱，我哋先讲灯呢部分，得，我录低俾你得噶啦。好，OK。OK，OK，好。嗱，依家就转紧色温，系。向上就光，明白。向下就暗，系。夜灯。之后咧就开风扇啦，我哋。灯同埋风扇系可以独立开嘅。佢得一个 direction 嘅，会系向下抽上去嘅。系啦，佢个风咧由正中间抽上去，之后喺侧边墙身。你呢个环境系最正噶啦，有三面墙咧，咁就最正。你呢边呢部冷气咧，佢会将你个冷气悭翻40%嘅，系啊。咁啊，基本上就好正，好正噶，唔错嘅。我度过，我凌晨12点喺公司熄晒所有嘅嘢，闩晒啲窗，冇杂声咧，52分贝。嗱，你依家喺呢个环境声系大过佢。系啊，依家开咗，我谂几啊，我谂未够1分钟，你应该呢个位应该 feel 到啦。系，已经开始有风啦。呢个位已经有风，你企喺呢个位就 feel 到啦，已经 feel 到啦。咁你衬埋冷气嗰个感觉就正。你呢个黑色咪啱啊？呢个其实佢唔系纯黑嚟嘅，佢系炭黑，系啊，咁同你啲家私啊，呢啲框架都衬得翻咯。我改个主题我主题 好啊，OK，咁就30个月保养，人工零件上门全部包噶啦。咁啊，有咩事唔使自己装拆，7天服务承诺，有咩事就 call 我哋。OK，多谢晒。多谢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20分钟就装好晒英国品牌无铣风扇，致富花园，致富花园。